天气越来越热了，餐桌上不能全是大鱼大肉，你就像我这样做个凉拌千张，做法简单下酒又下饭。市场两毛一张的千张用手卷起来，然后切成五毫米宽的长条，水开加一勺白碱搅匀划开，下入千张，焯烫半分钟，下入胡萝卜丝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能否给陆毛一个小星星鼓励鼓励，非常感谢。烫熟后放入凉水中过凉，挤干水分后加蒜末、干辣椒、辣椒粉、黑黑的白芝麻，一勺热油激发香味，调味加盐鸡精，一勺生抽，一勺陈醋，一丢丢芝麻香油，有条件的再来点香菜，用我白嫩的小手抓拌均匀即可开吃。这样拌的千张绝对是酒桌上不可少的一道凉拌菜，喜欢就动手做起来吧。